一大一小，来自我们桃园隔壁的乡亲，也是台北市支持他们很多，都是我们桃园的子弟永平三公子。桌上功夫，也就是平装的一个表演。来，我们感谢由陈进普教练、总教练所负责带来的我们黑的龙狮团。模仿哦。再来一次交换，还香。
岁都能够相亲相爱。要不要帮你们？来欢迎培德龙狮团。好，我们有四次狮子的一个演出，给大家都能够事事如意。敬爱对方，狮子表演不只是狮子表演，而且是一种艺术以及教化的一个生活。准备来做出献灵的动作，二层塔，坐肩坐头。僵尸现在躲在民安空调。小蛋呢？三百零，谢谢各位热情的掌声哦！
请拍照。来，非常感谢。